偶尔一次问题不大，吞馒头实验呢是自测的一个好方法，但是呢，其实它的影响因素还是很多的，比如说你在测验的当时口干不干，再一个你咀嚼的次数够不够啊，食物呢有没有细颗粒化啊，便于吞咽，这个其实都有很多的因素在里边。吞馒头啊，测这个食道癌的这个测试呢，不一定是100%准确的，但是呢，它是能够帮我们初筛一下哈，就是哪些嗓子疼，它根本就不是咽炎，是吗？对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大家知道咽炎和食管癌呢有共性啊。第一个共性呢，他们都有咽部的不适啊。第二共性呢，哎，还都有吞咽的哽咽感啊。那实际上还是有区别。比如说咽炎呢，它是长期慢性炎症的一个结果，慢性咽炎。急性期发作的时候，干呐、痛啊、痒啊，甚至有烧灼感，甚至会可以引起短暂的咳嗽啊。但是这样的感觉在做吞咽的时候是没有影响的。食管癌它的咽部异物感呢，是以压榨感，叫窄缩感为主啊。这个不是太好用语言来描述，它主要表现为吞咽的时候有哽咽感，甚至还有胸骨后的烧灼感，它们还是不一样。孙老师，您看我总结对不对啊？就是说呢，同样是有异物感，喉咙疼，但是吃饭的时候呢是不疼的，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是咽炎。如果吃饭的时候加重，就可能是食道出了问题，对吗？基本正确。如果是食管癌的话，它会有胸骨后壁的烧灼感，对，这个是为什么？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一般是这样，那食管得肿瘤呢，它的表面会有破溃哈，我们就会有破口，这个破口在食物通过的时候，这种机械性的刺激，还有这些化学性的刺激会引起疼痛的感觉。再有呢，一般食管癌的病人多少都有一些反流性的食管炎。那么，当胃液或者肠液向上反流到食管的时候，刺激食管癌表面的创面，也会引起疼痛啊。所以说，食管癌的病人可能在吞咽，甚至在不再进食的时候，都有胸骨后的烧灼感，甚至痛感。我们互动群有朋友问了，说这个癌症早期的时候不是不疼吗？如果说这个胸后都有这个烧灼痛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是已经是癌症的晚期了呢？其实呢，胸骨后疼痛呢，跟食管癌的严重程度有些时候是不是平行？有些很早的食管癌反而疼痛明显，这样其实有利于我们发现问题啊。但有些晚期的病人，食管癌已经很重了，但他的痛感并不明显，所以痛感只是一个症状之一，它并不完全代表疾病的严重程度。